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更改是全部的考语，中国路超级超级巴的超级啊！我必须讲啊，这关卡真是蛮难的，这个媲美这个梦魇级关卡。其实我想讲，它比梦魇还难打，对，比梦魇还难打，考验你的深度，考验你的技术，再考验你的运气啊！我是觉得这样设计，这种送东西这样设计，有点刁难到玩家了。记得你的暗珠，新珠就不用记了，因为新珠记了你还是会死。暗珠就是木珠嘛，惨死哈！关注，来吧，帮个忙吧，还算 OK 了，不算太差。要五颗，给一块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我是说真的还蛮奇怪，靠北边走了，削到我的光珠了。干脆不削了，因为削到底不要削了。光我随机横行转暗哦，横行，先补点血吧，我看起来会被锤。给我五鼠好不好？帮个忙，我下一关要过关，就缺一鼠，他妈，你也不看喊的，我紧。再缺。结束，再来看吧，再看，好，可以了。你要灌过去也无所谓了。就直接两波给灌过去了，叠珠，岩浆，再叠，去死吧！
做一波做个尝试，这一波没再走，再考虑到开机。非常好，我们运气还不错哈。哎，不是啊，是实力啊，什么运气？要不然动，四钢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故意不消攻击珠哦，就是要让攻击珠越多越好。五钢波。二三四五，这时候千万不能被打到，打到就不妙了。三钢管，一、二、三。再来四五康博，不希望一二三四五，我靠，少一康，不妙，我的土字柱被打掉了，没关系，再开就好。三康博啊。一、二、三啊！奶奶个熊哎，扣血100%，你再试一下，你太糟了。叠珠，你可以接到小笨刀啊！掉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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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！科脉动，哦，你很瞎的，我技能就有用啊。艾德，不啦，土猪猪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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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。妈呀！我打了几百场了，780场了，终于过了吧？哦 ，shit！ 好，以上是这个超 G 八的关卡，不是超级的这个怒火中烧，这叫怒火中烧吗？哎，我已经有点忘记他的名字了，他叫什么关卡名字啊？哦，驱魔的考验，好吧，驱魔的考验，哦，不是怒火中烧，是走火入魔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拜拜，怒火中烧了，拜拜。